好，咱接上一视频，家人们哈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我勾完了哈，勾完了之后咱还要勾一个，立一个锁针拉长，然后还是在这个里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四次完了之后，这次我们不用拉了哈。回数一二三，在第三个上面哈，我们还是钩针绕线，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里面再挑一个造型针出来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我们要挑五次哈，因为这一针我们有一个起立针，算为一针也是五针，这一次我们要挑五针，然后压住这根线，然后挂线，掏过这个所有的线圈，好，掏过所有的线圈，然后再穿过这根压住的这根线，然后勾一个短针出来，好，完成啊，然后呢我们再立一个辫子针，再把它拉长，还是在这个洞里哈，在这个洞里挑线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好，然后呢我们再到这个位置再去挑五次，一次、两次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五次，压住这根线，然后挂线，掏出所有的线圈，好，完了之后再穿过钩针，这钩针穿过这根线哈，然后再勾一个短针出来，好，看见没，两个花型哈，然后再立一个辫子针拉长，以同样的方法哈，去把它勾到头，三、四，好，家人们以同样的方法把它勾到头哈。